给他拿个凳子吧。谢谢你啊。周瑩，你以前是个丫头，抛头露面，穿堂过屋也无伤大雅。但现在，你是少奶奶的身份，那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。当了少奶奶还不如丫头呢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长辈说话，问你你就老老实实回，没问你，不得私下议论。哦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去厨房肯定是不能再去了。你呢，平常没事就在后院待着。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非你不可，也不得往前院跑，知道吗？那我在这干什么呀？这得多无聊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坐、立、行、走，一举一动，得有个少奶奶的样子。首先，你这坐姿就不对。哪儿不对了？你应该说：“请问娘，我哪里错了？”请问娘，我哪里错了？娘告诉你啊，娘告诉你啊，娘告诉你是我告诉你。嗨，你用点心好不好？来，像我这样，双腿合拢，双手交点，放在膝上。来，起来，走两步给我看看。怎么了这？请问娘，我做的对吗？全错了。全错了？可娘，我从小都这么走路啊，也没摔着过呀，没觉得有问题啊。你跟着我走路，步子不能太大，身子不能左右摇摆，走起来是这样。还有，如果裙摆左右摆动，就算失礼。哎呦喂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哎，你去走一圈来看看。这走路和跳舞似的。行不回头，笑不露齿。娘，要不然你带我走一圈。
行，那你跟着我走。手也不对，脚也不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哟，啊，你，怎么那样了？继续。哎呀，你看你，都被你带的我没法走路了，不许笑。西院二老爷的夫人和一小姐来了，那我过去一下，你继续聊。还不走？二婶，怎么今天想着过来了？还不是这孩子说好久没见到大婶婶了，想来看一看。大婶婶好。好。吴聘哥哥的新娘子在不在？在。那我能不能见见她？你们都还没正式见过，那上屋里去坐，正好她也在。这样的胆识配上这样的身手，这周瑩一定是个奇女子啊！怎么能？你回来了。我今天教了一天，累得我口干舌燥，腰酸腿疼的。本以为会见点成效，谁知道就这一转眼功夫，他不仅没有改观，还变本加厉的成了那副样子了。慢慢来吧，老爷啊，他现在太野了，我觉得我管不了他。吴聘呢，又是大病初愈，估计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看，只有你亲自出马，可能他会怕几分。春心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不要跟别人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走。走？去哪儿啊？随便去哪儿，反正不想待在东院。可是你都跟少爷成亲了。我又不是真想跟他成亲，我只是要救他。
现在他既然没事儿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就是因为你嫁进来，少爷才醒过来的。你要是现在反悔了，不就是骗老天爷吗？老天爷一生气，万一少爷又有什么事儿，怎么办？你就安安心心当少奶奶吧。这少奶奶真不是人当的，这儿也不能去，那儿也不能去，到处缩手缩脚不说，连笑都不能痛痛快快的笑，还不如当丫头的时候自由自在。你呀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当少奶奶多好啊，多少人想当呢，不愁吃不愁穿的。人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吃和穿。嗯，那要不然还因为什么呀？反正肯定不止这两样。少爷回来了。少爷。少奶奶。你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？好多了，我刚才在整个院子走了走，都不觉得累。真的？啊。怎么了？娘说了，要笑不露齿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少奶奶，老爷传少奶奶去花厅。老爷叫我。这没说要我去吗？没有。那知道是什么事吗？不知道。多半是为了我把娘给气着了。那我陪你去吧。没事儿，你爹不会吃了我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啊，朱爷，在爹娘面前，还是稍微收着点吧。哦，我尽量。爹，您找我。家里做什么的？走江湖的。难怪啊。爹娘都还在吗？我只有爹，没有娘。难怪。进东岳之前，都做过什么？跟着我爹卖艺。难怪。周英啊，我给你交个底儿啊，如果那天不是情况特殊，你钻进了轿子，像你这种出身的女子，无论如何是进不了我们东院大门的。但现在你既然已经是吴聘的妻子，我和你娘也认你。
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珍惜，好自为之啊！啊，把你以前那些习气习惯，通通丢掉。你得记住，你不再是走江湖的卖艺的那个周莹，而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你的过去我们可以不计较，因为那都是过去了。但从今以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可不能再丢我们吴家东院的脸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吗？哎，老爷，我也给你交个底吧。我从来就没想过嫁给吴平。那天的确是情况特殊，所以我鲁莽了一把。如果你和夫人都觉得我不配你们家，没关系，你把我休了，我不在乎。放肆！猖狂！反了你！爹，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干，我只是习惯了。我们走江湖的，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示弱的。人敬我，我敬人；人若翻脸，十倍奉还。